老板，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，要不去别的地方找找？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沿着公交线找找看吧。 是孙小姐，停车！过马路不看路啊！吴岩，孙小姐，你别动！ 你知不知道这样过马路会死人的？还能见到你骂人真的太好了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你没事就好。怎么会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？嗯，坐过站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。你的额头。 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